潦倒小伙被集团老总独女看上，成功走上人生巅峰，可为何却被身后的红衣老太太吓得屁滚尿流？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老娜。本期电影《恐怖笔记之可是门禁》，男主小魏是个一事无成就知道混吃等死的市井小民，可命运往往喜欢开玩笑，就这么一个吊儿郎当的人却独独入了胡氏集团独生女小丽的眼。男主这下可谓是平步青云，开始频繁进出各种高档场所。不久小丽怀孕了，不知是因为她脾气太好，还是男主慢慢的暴露出本性，她对小丽的态度越发不好，动不动就生气辱骂。时间一久，小丽也感到疲倦，可想想肚里的孩子，也只好打落牙齿或血吞。这天晚上又在酒吧厮混了一天的男主踉踉跄跄的开车回家，夜色厚沉沉的压着四周万物，男主没走几步却顿觉身后有人跟着自己，他立马回头，可身后什么东西都没有。虽没发现什么，可他的心里有些发毛，便果断地加快步子往家赶。到了门口，他大声呵斥小丽赶紧开门让他进去。巧的是，小丽今天也格外顺从，没一会儿就给他开了门。男主进屋后顺势瘫在沙发上，此时的他已经忘却了刚刚心惊胆战的事情，只一心满意于妻子今天的态度。他表扬妻子今天的服务很好，以后也要一直保持，但妻子却嫌弃地说，要不是为了他身后的红衣服老太太，他才不会给他开门。男主心里顿时一个咯噔，他头皮发麻地问，哪里有什么老太太？可小丽只随便敷衍了几句便径直去睡觉了。次日一夜都心惊胆战的男主刚走到自己的货车边，就看到后视镜上搭着的红绸带。男主霎时一阵恶寒，手忙脚乱地扯下丢掉，随后他来到酒吧，乌色的彩虹旋转灯烘托着包厢氛围，耳边回荡着震耳欲聋的歌声，可男主却魂不守舍的，他不断回想着妻子口中的红衣老太太以及后视镜里的红绸带，难道真有什么东西跟着自己吗？一想到这儿，男主便再也没有了唱歌的心思，慌慌张张地离开了酒吧。可一进小区，他又觉得有东西在跟着自己，而一回头又是什么都没有。青天白日尚且如此，那晚上还得了？就这样，男主找到在小区当保安的发小，将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。发小一听完也是浑身冒冷汗，分分秒觉得红衣老太会出现在身边。原来平时不做亏心事，夜半敲门魂不惊，男主二人之所以会如此的害怕，就是因为他们曾酒驾撞死过一个红衣老太，只是当时有小丽的帮助，两人都顺利躲过牢狱之灾。如今一听到这事儿，他们自然联想到这是红衣老太太来寻仇了。话落，保安室灯啪一下没亮了，而他们口中的红衣老太正趴在窗户直溜溜地看着。两人神魂离体，慌不择路地冲出去上了车，可还没等男主发动车子，红衣老太就出现在车前，两人更慌了。男主一咬牙发动车子猛踩油门，就这样风驰电掣开了十几分钟，两人狂跳的心渐渐平稳下来，但下一秒他们心都快跳出来了，因为红衣老太在他们身后的车里。影片的最后，男主和发小不堪精神的折磨来到警局自首，而红衣老太不过是小丽为了惩戒男主设下的局。开车不喝酒，喝酒不开车，道路千万条，安全第一条。电影结束，本期就到这里咯，我是老娜，关注我吧，每天讲故事给你听哦。